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叫 Central Festival 的 mall， 所以坐上嘟嘟就来了。There's a McDonald's. Here's a food court. This is the inside of Central Festival. I don't know festival what. 我住的那个市区那里的 McDonald's 都是关门的，在这里还 open， 说明这里应该是很热闹了。看到这里有很多的 food， 我就很高兴，因为不用再为吃什么去想了，这里就是看就行了。嗯，是水果摊，水果摊。看到什么好吃就买什么吃就行了，所以在这里就放心多了，心情也愉快多了。另外我发现这里的东西都很便宜，好像比 Bangkok 呀，或者是我去的那些岛上的东西都便宜多了。这里都弄，这个我吃过，99。This one, how much? 159。昨天在那market 上是80，这里就贵多了，这里就贵多了。这个白的为什么便宜啊？95，红的贵。先做沙拉，先做沙拉。好，我挺牛的，传进去，吃的人很多哎。这一家卖船面的饭馆人很多，所以我也来两碗，因为看着碗大，东西里面只放了一点，所以不够。吃完了船面再来点这个，这叫什么 coconut milk， 19.8，太便宜了。吃饱了喝足了就逛一逛他这个帽吧，他这个帽一共是6层，还挺大的，东西也挺多的，人也挺多的。好像在哪儿都可以看到泰国人在这里求神拜佛的，这我也不知道是佛教还是他们。4楼这里都是卖电子产品，这里有华为啊、小米啊、OPPO 啊、VIVO 啊，是所有的中国品牌的这个手机的商店店铺。然后我看它的一些电器商店里面的电器元件啊什么的，也都是中国公司生产的。这里的中国年的气氛特别浓，特别特别浓。苦苦爱极。
最高一层都是高大上的饭馆，比 basement 那个强多了。发现一家中国餐馆还不错，虽然肚子已经很饱了，但是还是再来一点东西吧。又要了一个蟹肉馄饨，椰奶红宝石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吃的也不知道。哇，那机器人送饭。哦哦，过不去了吗？嗯，安吉尼尔啊，安吉尼尔，先要了一个蟹肉炸丸子，这个挺好吃的，以前没吃过。还有一个就是一般的烧麦了，当然味道也不错。有了这个地方的经历，我觉得 TripAdvisor 上面的关于饭馆第一、第四的论述应该改写了。OK， 今天就到此吧，拜拜。